特别要讲的周超，周超今天上春松完成的不错，有一定的水平，基本达到了我们去年格拉斯哥的感觉。特别是周超挺胯动作，原来春春做的不好，现在春春做的是最好的。洪玉斌总教练口中的春春，正是中国体操女队队长商春松。今年20岁的她是两届世锦赛女团亚军成员。 大家好，我叫商春松，来自湖南。小小瘦瘦的商春松是一个来自湖南张家界大山里的土家族姑娘。2010年刚进国家队的时候，她的动作还比较粗糙，教练花了不少精力帮她纠正动作。因为我的本身脚尖膝盖就不好，就没别人直，没有别人漂亮。 一直努力练习改善脚尖膝盖的商春松，内心里有一个特别朴素的愿望。因为我家在乡下，就希望就是拿了好成绩去改善他们生活，就让他们过得好一点。动作算不上传统意义上的漂亮，但是在成套难度上，商春松一直都在不断挑战自己。2013年，她拥有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高低杠 F 组难度动作，商春松腾跃。高低杠的那个第一个腾升并腿特卡，13年比赛开始用的，然后就比过世锦赛嘛，然后就申报，然后申报成功。去年在格拉斯哥的体操世锦赛，商队长带领其他几个小姑娘获得了女团的亚军，还在个人全能上收获了第四名。谈到女子体操最强的美国队，商队长有自己的见解。 其实我们的就是持平分总体要比美国队高，就是完成分啊那些质量，就是还有稳定性，就比美国队差。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吧。范逸林，19岁，来自上海，去年的格拉斯哥世锦赛。 第一次出战世界大赛，他就拿到了高低杠冠军和女团亚军，登上了体操队的冠军墙。新世界冠军，他也是中国体操队成立以来的第72位世界冠军。范逸林的强项是高低杠和平衡木，在平衡木上，他的偶像是同样来自上海的前国家队运动员、两届世锦赛平衡木冠军崔璐。璐姐，随璐姐。 我感觉要做到他那种平衡木比赛的那种感觉，是真的要磨练出来的。我觉得虽然，现在我平时也练那么多套，但是呢，就是感觉还没有他那种成熟稳定。面对即将到来的里约奥运会，在两个项目上都有冲金实力的范逸林坦言，心态很重要。 可能越想要得到的东西，如果真的没有得到，会失望很大，所以还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，不要让自己失望就行。除了范逸林和商春松，体操女团成员还有在跳马和平衡木上有不俗实力的王岩，在自由操上拥有竞争力的毛毅。 以及在高低杠和跳马上有不错表现的谭嘉欣，虽然小姑娘们都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，但是凭借过去2年中国体操女队在世锦赛上的战绩，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中国小花里约绽放。